昨天发生的那个枪击案件哦，经过我们专案小组积极来分析比对以后呢，我们在现在就是22点25分呢，在竹南镇那边把它积极到案。那相关的动机呢，我们会厘清以后，明天再来跟各位来做说明。那相信在我们辖区犯案呢，那我们一定会严正执法。 快速来打击犯罪，你看我们不到20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就把它缉捕归案，希望不要心存侥幸，在我们辖区绝对每个人都逃不掉，只要涉案会很快速的把它查缉到案。以上来跟各位简单的做说明。